哇，弟弟，你的火车走这个隧道，你把床当作隧道。你要干嘛？讲悄悄话。行啊，我看弟弟的火车。弟弟，我看不到哎，它太暗了。弟弟的火车可不可以跑出来？我看不到它。可以啊。你把铁轨调整一下，还是拉出来好了，拉出来，不然的话它不见。哇，弟弟拉出来啊！好好，放进去，放回去。放回去。啊不是，我说好，你拉出来。好，那我放回去。你好，放回去，没有，放回去了。今天我看到你的树叶，我要跟我树叶交换。哦，不拉出来。好，那我这样看。弟弟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。你要让火车在这个暗暗的地方走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你喜欢。好。真的太暗了，这样子真的看不清楚。弟弟，树叶在